后那个这里面呢，给大家准备两个舞蹈，一个是风筝舞，一个之后呢，我去北京找过你，哥们，哥们，我给你约一下，一二，一二选一下，二选，半个世纪，啊，有人想考就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这边是这都不行了，然后我说小花花小花花就等于一吧，别抠了，兄弟们，累着大家了，走肾都累了，对不对？走啊走啊走在这江南，鹅黄柳绿惹人眼。盼啊盼你能出现，随我清风的流年。风
后咱们左上角午休和白天哥们可以预约一下。然后美丽太热了，我现在就在担心我是不是这个麦序下去我又要中暑了。咱没有帮美丽点关注的把我点关注啊，咱们差六个就到那个几百呀、啊、三百呀、啊。谢谢四位哥点心，感谢哥们点心。然后下一个美丽跳的是后来我去北京找过你，我真要去北京了，你在吗？你在吗？在北京等我。居家阿姨去找你去了啊。Bye.
说就是这儿虚。美丽出生有点虚，我撑不下去。本身最后一个想给大家跳一个理想的，可能没有这个力气了。咱们跳一个比较省力一点的，好不好？但没有把美丽顶回去的，把我点点关注，等美丽养过来了。这两天有点中暑，一直在发低烧。然后咱们看刚才那个曲是什么？风月呀，那咱们跳风月吧，好不好？大家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不知道每天能不能唱完。脱掉漂亮却磨脚的高跟鞋，锁门关灯背对喧哗的世界，素净一张脸，收敛了眉眼，记忆里也经过春天。在回车间，还挂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，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。笑里融的甜，美丽过的线，不是缘就是劫。男人追金钱，女人求安全，不懂人心弱点，开始总是深深关注的宝宝别忘了点关注啊。